舒展的画卷映刻着绿茵场上少年们坚毅的脸庞，浓浓的彩烟犹如升起的红魔烟火，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。我宣布，分次赛事正式宣布。下面让我们有请各位领导稍事留步，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将我们的启动台撤到舞台一旁，我们共同进行合影留念。